这边很装啊，萃取出门，等我打死他。卡锤，我们卡锤小毛兵。我们现在给个眼，赚完两波钱。哇，怎么应对对面三级抓下？对面两级是抓不了下的。先抢啊！卡他，对方。不知道他在装什么。对面打野已经出来，不用给眼了，端走。我们还有治疗的，其实他都不用闪，他只要跟我们一起 A 一下那个兵就好，是吧？这就是前期抢 R 的铺垫。算了，没必要浪费时间打辅助，我们直接 B， 是吧？这就是怎么玩。知道你在装什么呀，兄弟？对面难道在下？那我们这个线就不推了。这个眼很精髓，没关系，看到对面难道了？失误了，没关系，我没有奶妈。前期一波失误无所谓，反正我没有奶妈。我刚刚那波就是没看队友位置，再看弹幕，然后走到别人脸上去支兵，然后被别人猛打一套，是吧？对面风女回来了，旁边在上半区，我们不知道对面打野的位置不好看，就稍微卡一卡就可以，能卡就卡，能卡就封线，开始封线囤线，给队友发信号，辅助 miss 了没闪，我们能做的就是这样，给队友发 miss。啊，有人就要问，啊，你给队友发 miss 了，他又。还死了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啊，他对面辅助游走，你也跟着他去游走，你是想说这样吗？啊，对面辅助去游走，你也去游走，你也闪灵灵去游走，然后你兵线也炸了，然后这边 AD 爽发育，是这样吗？你是想这样吗？发育，然后你的优势，你管他死不死，他死了就死了呗，只能说明他菜呀，没意思，那没办法。亏点兵没关系，把兵先送进塔下，然后我们再去做视野，再去做视野，然后看到了对面了，我们继续压，懂吗？一定要把线推进去，不要给机会，在对面人出来之前别给机会。杀不了对面，你兵线就那一点，对吧？没关系，这波小心，赶紧把兵线推了，对面 miss 了，而且我们打野也不在，这波看一下我们中单能不能跳，看看有没有机会，
发个信号什么的。OK， 跳了，我们直接先扛打，然后拉出来，是吧？这种信号他就一定会来，为什么？我操，碰一下就死，碰一下对面下路就一个卡莎，这个时候我们该干嘛？直接找卡莎换血，别让辅助游走。他们能打赢就打赢，不打赢我就直接把他越了。他如果去，能救那就救，不能救就算了。你看，他就在浪费时间。如果这个时候他直接来下路，已经半卡莎直接半血，然后我们直接把他越了。这边的话没事，我们只要换血就 OK， 目的就是换血。出个电，出个萃取，装你老妈，打死他！我立马过去。不打前面。大招 K 的关系，没关系 ，K 就当个 K 吧。你推他。推塔，推塔换线了，慢走，就够了。我们换线，正好这波。还是一样的，哪边资源刷往哪边靠，我们往上靠，让辅助做上路视野，上半区做哪没关系，只要做上半区就 OK 了。我们往上靠，不是往下靠，又有渡神又有先锋。其实像这种情况，对面是中路法师，我们最好去上路推塔，最好去上路推塔，因为我们中路压制不了太多，我们只能靠，那就没，那也没关系，靠也行。靠完我们继续回中路，是吧？上路视野一做，等一会儿先锋刷，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打掉。还是一样，推完中路，对面如果守，就去上路，给对面上路压力，而不是给对面中路压力，给上路压力。他如果一个人，他就很容易死。先把线推了，他敢来就打他，是吧？你看他孤立无援，他没办法，对吧？这就是人数差，人数差，懂了吗？以多打少。他们一定支援不了，因为我们先推 B 线了。OK， 吃完这场我们走，我继续回中。没机会，就打钱。机会就打钱。你看我们中路就亏线了，还搁着一直吃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就下，就下，是吧？下路是我们的线，很简单，直接给他了，他单还没爽。不要问什么啊，中路他把你先吃了，你怎么办？去吃他的线，大哥，去吃他的线 ，OK， 对吧？把他接这一波，我们继续吃这一波，吃完然后先。
杯了，然后再去下楼。他听不懂的话没关系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多吃，我们吃半波线加下路一波线，舒舒服服。这大招不好，没大招，这要大招。只下路线呗，让队友跟一下就 OK。然后我们推中，把下路推了，然后我们去中，一样的，只是说这种会有点危险。为什么危险？因为你推线的时候，别人是看得到的。你走野区，你从下路到中路，你一定会走野区。你走野区怎么办？别人在跟着，是吧？那你就很危险。你看，都看这。就很危险，被打前面。只是退中没有必要，转一头就已经是转了，转完就走了，别太贪。边路的塔一定是全掉，你懂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中路线权，有中路线权之后就可以往下路靠，下路塔是一定白给。不要想着出后排，你他妈不是刺客，你是 ADC， 懂吗？你是 ADC。Okay.